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星脚脚。今天这期呢，给大家分享个249块钱买的皮衣外套啊，夹克。大家看一下，它是一个米杏色的，前面胸口这里呢有一个字母刺绣的，特别精致啊，很好看，很有质感哦。而且它这个皮质呢是普优皮的啊，收到手的话呢只有一点点的味道啊，味道不是很重。有的皮衣收到手的味道非常重啊。这款拉链呢也非常顺滑，我们看一下细节和做工，细节和做工各方面也是非常工整的啊。大家看一下，我买的这个呢是 S 码的，它是拼了一个这绿色的一个线条的。还挺好看的，包括它袖子这里呢也是一个这种拼色的一个袖子。看一下口袋，口袋这里呢两边也是有了一个线条啊，非常的休闲。后面的话呢就是这种纯色的，比较简单。它整体版型呢是比较宽松的哈，不挑人的。现在我们把它穿上身，看一下效果到底怎么样。好，外套已经穿上身了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里面我就搭配了一个条纹的连帽衫啊，针织衫。这样一套穿也是非常好看的，也可以搭配卫衣来穿啊，因为像这种翻领的话就可以叠加一个连帽的卫衣或者针织衫来穿，这样会有层次感一些，也是非常好看的。下面我就搭配了一个浅蓝色牛仔裤，也可以配深蓝色的牛仔裤或者运动裤，黑色的直筒裤也是没问题的啊，都是可以搭的。这件外套特别百搭啊，穿上身效果还不错，挺宽松的，非常遮肉哈、啊、搭配一双拼色的一个小白鞋，特别好看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一套穿搭。穿上身一套效果真的非常好看啊，这双小白鞋真的是特别百搭啊，是个拼色款，穿上脚非常轻便舒服，它搭任何衣服都是可以的。这件外套呢非常有质感啊，它如果脏一点的话呢用湿巾去擦拭一下就可以了啊，非常好打理。搭一个包包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一套穿搭呢，就比较适合学生党啊，上班族也是可以入的。小俏美心视频呢都是真实测评分享哦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